六月五日消息，宝宝树和 BIBKID 联合宣布，双方将在低幼儿童英语教育领域达成战略合作。与此同时 ，BIBKID 也正式进入低幼儿童英语教育领域，推出独立子品牌自由星球，主要面向零到六岁的低幼儿童，旨在培养儿童早期英文听说和阅读能力。宝宝树旗下产品宝宝树小时光提供有声阅读和成长记录等服务，内容覆盖儿歌、故事、绘本、胎教、父母课、亲子游戏等。其设定的高质量亲子陪伴产品理念与 VIBKID 自由星球的英文专业陪伴相符。据透露，自由星球提出英语专业陪伴的理念，试图帮助家长解决低幼儿童英语启蒙不系统、缺自信、难持续的痛点。 VIBKID 方面表示，该项目在其内部孵化时间近两年，团队在总结教研测试基础上推出一站式亲子互动英语启蒙解决方案，鼓励家长利用碎片时间从小培养宝宝的双语思维，打造低幼少儿英语学习领域的闭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